了吧？我害死了，那耗子什么都不敢开。哎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我们逃都逃不出来怎么办？来来来，有门啊！有门你关不关？到时候把我们一锁怎么办？不关装这些东西干嘛的？不关你为什么要装这些东西呢？报个警，叫警察来。啊？为什么要装这些东西？既然说门不关，那你就把这些东西滚撤走，不要在这里装呀！欺负我们老弱妇孺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幢楼现在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，怎么办？你有事情不要跟我们讲，你该录像该录像，该打一二三四五打一二三。一二三四五，你先告诉我打得进去吗？啊，我也想打呀。好吧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他这个，谁敢装？今天谁敢装？老子跟他拼了！装什么装？装装装！谁让你们装的？到底谁是眼拙？啊？有没有法律啊？有没有王法了？你们懂不懂法？那不管他有什么你们是不是神经病？自相残杀呀！你们是老百姓吗？你是哪？你们什么志愿？志愿什么？志愿勇吗？志愿？你是哪？你我怎么现在都拿所长？来，抖音极速版。对，把我们弄傻了，你们这样，我们已经请归零了，你们还要把我们圈起来，你看还要弄四个铁丝网，把我们到集中营了，这里。哎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希特勒把那个犹太人圈起来，现在我们算什么世界大战？你们也把我们圈起来，这么以我把这个真的，你们这样不对哦，把我们里面上海人当什么了？你们用这个力气这样做，还不如弄一点菜给我们支援支援我们，对吧？这个也是往里面送一。就一颗颗青菜进来，那我们倒要感谢你们，对吧？你们现在把我们圈在里面算什么？没有老百姓，你叫我们来，我们开箱子。有真的把我们当什么了？看看那这圈子，都在架子，还要封建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